人在天堂，请在你旁。你在于被我这谁喊的给龙给我赞助，两公里就用来拳头把你们都 KO。 想喝咖啡啊？不行，咖啡就是你不好，好厌。枪战戏嘛，印度哥、美国大哥，背靠腰，我刚割就刚好割到牛奶头哎、欸，好白痴哦。现在全身大爆汗，两台跑车四个坏人，头发都翘起来，也就是动作戏太大了。这是南寮渔港，刚要拍脚踏车戏，导演他们就是开三轮车过来要拍我这台车。我觉得我今天一天的运动量低过我一个月啊，超累啊！被车撞，开汽车，飞车，然后又哇超多，后面开始歪掉了。现在又浪费了两小时，干嘛？好、哦，为了这个景色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在一个做一个毒贩交易的现场，咚咚一声，咚咚一声，咚咚一声，咚。